下一位走上红毯的是演员白敬亭。请看大屏幕。不论是在表演中还是在红毯上，他们与众不同的魅力都牢牢地吸引着大众的目光。这种魅力代表着中国年轻演员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，拼搏进取的专业精神。让我们有请时尚芭莎年度魅力 icons 白敬亭、宋茜、王俊凯、杨颖，欢迎四位。同时有请颁奖嘉宾 LVMH 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吴越先生上台，掌声有请。请吴越先生为四位颁奖。好，好的，谢谢吴越先生，谢谢。谢谢吴总。谢谢。来，四位感言，从杨颖开始。是每一个人都要感言吗？每一个人都得感言。好吧，时尚芭莎，是我的老朋友。今天首先想谢谢芭莎给我们这个荣誉。那我觉得今天这个舞台就是很有魅力啊，所以魅力其实属于每一个人，在台下的每一个人。好，来。感谢芭莎授予的这个荣誉，也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的朋友们。我觉得大家只要是能够表达自己想表达的，去热爱自己所热爱的，就是自己的魅力 icon。 宋茜。大家好，我是宋茜。感谢芭莎给我这份荣誉。希望2021年大家一起散发魅力，谢谢。非常感谢时尚芭莎，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你是我的陈晨英磊和荣耀乒乓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年度魅力 icon 白敬亭、宋茜、王俊凯、杨颖，祝贺四位，恭喜各位。接下来到了雪琴老师喜欢的。
舍得打破这个。我真的不舍得打破，我觉得嘉儿站在那块就好看。谢谢嘉儿，谢谢，再次掌声送给嘉儿，谢谢嘉儿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，谢谢。我爱你，女儿，念给你。小白，我也爱你。谢谢。你们两个表达完了吗？啊，来。其实，像嘉儿这种优秀的音乐。What if you had it all, but nobody?好，先看一下这里。来，周军。来，周军。